我告诉你三星哪个版本的性价比最高。如果三星手机你不接受像美版的韩版的，你嫌它没有这个面容支付指纹支付这些功能上的缺失，那我建议你买台版的。大家都知道这个港版的三星手机便宜，但是我告诉你台版的更便宜。我现在来市场给一个美女找一台三星的台版 Z Flip 六代的256G。但是港版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？带发票，它是支持这个全国联保，台版不带发票哈。但是新机说白了，你不摔它没有坏的。如果说真就新机买遇到坏的，完了有点背。大家可以截图看一下今天的报价啊。首先咱们看港版的三星 Z Flip 六是5800多，而台版的是4800多，不到4900。我给你重申一遍，三星港版、台版包括国行，它功能上是没有区别的。看一下国行是6800多，所以哪个有性价比一目了然。这台台版的 Z Flip 六就是给一个长春的姐姐找的，拿货不到4900，加了200多块钱。因为都知道台版的性价比高，所以等这台机器等了1个多小时。简单说一下这台机器配置：第三代骁龙八的处理器。对比五代，主摄像头由原来的1200万像素升级到了5000万像素，续航由原来的3700毫安升到了4000毫安。3.4寸的屏幕支持120赫兹的高刷，它新增了 AI 功能，让这个外屏可以更加便捷使用。薄荷绿这款手机你喜欢吗？